角头硬它是很不足的，所以呢我们紧锣密鼓的一直在筹备角头二。我们就很尽力很尽力在调整这个剧本的问题，所以整整调了一整年。兄弟真的是一个黑色。那为什么严正哲？我话讲直白一点，就是说他懂。那不是我兄弟啊！他懂脚头，他懂我要什么，他懂我要怎么拍脚头。这样太累了，好，痛痛一次就好，不要痛十几次还痛不好就很麻烦。最欣慰的地方就是林森北路。不可能有一个剧组同时可以面对超过1000个兄弟来指挥他们拍戏，甚至你要带他入戏，那是有多困难的一件事情。非常感谢我们台湾的这些长官所有的勤务人员的配合跟帮忙。对，所以他们两个你一定要跟他们讲了吗？蛮感谢老板，居然台湾还有像这样子的一个疯子愿意砸那么多钱在电影工业里面，很不吝啬的愿意去栽培一些新人，他的诚意感动我。不管你说今天角头他是黑帮，他是黑社会，但是其实他24小时依旧存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。那我们是不是去认识他？逃跑。